近日一位微博名为宇宙美少女蝴蝶公主的网友走红网络，只要翻阅其微博中的照片，你就会知道其走红的原因，会觉得她十分的似曾相识。网友狂呼，这不就是葫芦娃中的蛇妖吗？随着这位蛇妖的现身，网友也奋力搜罗到各路蛇妖，并呼吁蛇年春晚来一出金蛇狂舞，群蛇乱舞。宇宙美少女蝴蝶公主非常喜爱在微博中贴图，文艺的、古典的、性感的、优雅的、可爱的、小清新的，各色风格让网友一饱眼福。蝴蝶公主还常常发一些有文采的感悟，参与各个大学的演出，是一位有知识的美女蛇精。蝴蝶公主的走红也引发了网友们搜罗其他的蛇妖来比拼。这些蛇精的统一特点是尖到可以钻油田的锥子脸，眼角尖利，大到可以占据半张脸的杏仁眼，可以用来行凶的鼻子，细到风一吹便能折断的水蛇腰，让整个身体都无法支撑的大胸。见到如此多的蛇精美女，众网友强烈呼吁蛇年春晚主题就应该是蛇，可以邀请这些美女们上台献上金蛇狂舞、群蛇乱舞。有网友更调侃道，总算是看明白法海为什么不懂爱了。酷六娱乐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雷锋他会掉下来，法海你不懂爱。